哎呦，第一个他写元宝，拜拜这古籍的官威哈。你看，当有钱人哦。有钱人可以买很多苹果哦。好，来元宝把它拿起来，也靠起来哦。给妈妈。好，还有两样哦，有钱人还有两样哦。哎，书法。绿田，第二题吗？拿起来笔，代表文笔很好的有钱人哈。 文笔很好的有钱人，还有一样哦，还有一样，还有一样，哈哈哈哈哈，羞耻啊！选一个，还有一样哦，这里还有，什么？搞笑病了，羞耻啊！来饼干呢？饼干，你给我，饼干呢？阿美，阿美来，阿比拿起来，阿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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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拼了！